有需要紧张吗？又不是没开过，你开过飞机是不是？桃园飞松山，很少这样飞耶。飞过航班，掉飞机的航班。它会有很拟真的画面。拟真啊！推车来了。两只脚上面插了红旗。那你这台会失事哎，会失线。这时候在地面上就会跟航管要一些许可。台北 Delivery Golden Tiger 7847，来换你。什么什么？你飞了吗？快吧。Golden Tiger 7841飞去双山 Airport about spray one red light charger。Copy， 你真的有在动吗？一幕会动，很像哎。这个吗？我们现在在后退，所以不是飞机在动，是前面的车在推。可以推这么大的东西，所以飞机不能把苦。我不知道，谁会知道啊？上刹车的机长现在在加油，等上油。这个放了之后会增加阻力。在说中文吗？机长，我们可以走了，开始滑行。轻推一点油门，好。那个是什么？鼻轮转向器是控制方向的。飞机的中线在你右脚膝盖的位置。歪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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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好好，有没有有没有？你头抬很高哎，是不是太矮？机长有身高限制吗？至少160。那你没办法 ，sorry。机长后面的乘客都很紧张哎，后面乘客都吐了。我要冲出草坪哎！你要转弯啊！我以为就是一直直走下去，哎，很难哎，不行，好晕啊！机长晕机了。然后呢？我要起飞了。把你的黑色方块移到这个十字的中心。各位还有6611，把黑色的线对十字线。机长没有对准，管制员会疯掉。目前这位机长让管制员疯了吗？还好还好。机长你对得很准，整个台北到松山的天空都能。我们现在在持续上升中，可能爬到4000尺哦，3700哦，3800哦，3900哦。OK， 你脸太认真了吧？快动机脸了，对，帮我过一下刘海棍嘛。180，我们要维持4000尺的高度。方块贴在这个十字的中心。方块能不能做大一点？很难耶。所以你操控的是十字，我操控的是方块，所以我们要去追它。你看我断有多沉。所以现在肩膀放松了吗？没有啊，我连脚都好酸了，好像要抽筋了。这个很重是不是？其实没有啊。所有飞机上粉红色都是我们要去追的地方。你就是粉红色的。你看我这个跑到边你。哇，我们快到了，这是真的台北的天空。你有看到台北的天空吗？我没有空。天哪，好难哦！各位女士、先生您好，这是机长小粉红广播。5分钟之后我们开始下降，请你回到座位并系统安全带。根据最新天气预报，台北吗？我们是去台北。你广播不可以这样，后面的乘客会吓坏的。松山目前是晴时多云偶阵雨，感谢各位搭乘航空，祝你旅途愉快。Good afternoon, ladies and gentlemen. This is Captain Little Pink. We will start to discuss in a few minutes. Please return your seat and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. If you fly with China Airlines, we wish you a pleasant journey. 机长加油，干！他不会空奥啊？右脚往前推。好，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滑行。我们就在跑道下课。你有看到台北101吗？我用我心里面看到。轻轻的往左边打一点点就好了，右边一点点。我踩刹车，上手刹车，脚踩拉起来，脚放，你们可以骑我。大声！那个经理，我要杯咖啡，谢谢。好累哦，我要被他们每天是滑得很顺，好像很简单。它里面真的有这个吗？对啊，这完全仿照真飞机上面。我怎么没有看过这个？因为你都在看机长啊。对。结束。